司令，如果把特派员送往省城，就等于是把他拱手交给共产党，这是一步险棋啊！别到时候没江州共产党，反倒让特派员成为共党手中对付我们的棋子，那可是要满盘皆输啊！这太冒险了。 司令，特派员已陷入深度昏迷，开始说胡话了。司令，特派员好像是在背诵密码。什么密码？不知道。哦，原来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特派员的脑子里。您是指密码本？马上送省城医院。是。慢着，通知相思道，让他务必来一趟。他会来吗？不来也得来。是。 廖团长，赵团长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就半天的时间，敌方那边没有任何动静，我和白教授都觉得有点奇怪。半天的时间，你觉得很奇怪吗？你看啊，从12点到1点、3点到4点，仅仅这2个时间段里，台湾那边每隔20分钟呼叫一次，如此频繁的呼叫却没有任何回应，您觉得正常吗？ 什么意思？能说得再清楚一点吗？这问题很简单嘛。敌人那边的电台出问题了。敌人电台出问题了？嗯。我有一个感觉啊，他们的电台出问题，很可能跟昨天发密电的人有很大的关系。您是说是他们自己人干的？可是敌人那儿只有一部电台吗？不是有一台被你毁了吗？ 从我们现在的监测来看，还没有发现其他电台啊。台湾那边这么紧急的呼叫他们，肯定是要给他们下达什么新的命令，也就意味着敌人那边很快要有新动作了，对吧？嗯。所以如此十万火急的事情，我担心敌人会通过其他途径继续联络。可以判断是及时，但到不了十万火急。台湾方面每隔20分钟呼叫一次，您觉得他们呼叫的频率不够高？ 他们还没有启用备用电台。备用电台，我们会继续严密监视敌方的任何动静。千头万绪，抽丝剥茧，都在这里啊！电讯科任重道远，辛苦你们了。我先走了。嗯。哎，廖团长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。 哦，那说吧。你知道什么是心觉吗？心觉，不知道。它是意识的感觉和存在的感觉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心觉的话，就不会有真实的存在感。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？我的心觉告诉我，你不相信甚至很反感我对向少军的推断，是这样的吧？张金梅同志。 你刚才跟我说的那种心觉，我认为是一种从心底生发的感觉，而不是实打实的证据。我们对待任何人的推断，最终都要依靠证据，你说对吗？如果我找到证据，你就会相信我。当然，不过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你的工作，甚至给你的安全带来什么隐患。听我一句话。 你现在的工作就是配合好白教授，完成好电台的工作。这项工作要求你全身心投入，不要有什么杂念。还有什么事吗？那去工作吧。
新到的蜜饯，要不要尝一尝？都有什么口味呢？有蜜桃、酸梅、柚子。有山楂的吗？有，不过在后堂。小二，带这位客官去后堂品尝山楂蜜饯，伺候好了啊！好，我急。刘老板。哟，长官，您来了，再来两瓶。刘老板，两个老白干。哎，好嘞。长官，你们的人。不，咱们的人。向政委，买酒啊。啊。你一个政治部主任在这站岗啊？没有，随便看看。看吧。副总指挥，你我都不是外人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请讲。特派员病重，危在旦夕，我要送他去省城治疗，希望你省城的人能接应一下。陈司令，这么大的行动，好像应该由我来指挥吧？恕我直言，你是保密局的，我是军人。民国政府成立至今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保密局的指挥军人。那保密局给我的任命书呢？那不会是一张废纸吧？是不是废纸一张我不清楚，我接到了国防部的密令，说你顶替不了特派员，因为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在特派员的脑子里。电台在哪里？我现在就要给总部发报，核实你说的情况。副总指挥，对不起，我的电台坏了，少了一个真空管。你说什么？昨天杨飞虎他们兄妹来了，也许是他们动了手脚。杨飞虎就是个土包子，他连电台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会偷你的真空管？副总指挥。那你的电台呢？我的电台被共军给毁了，备用的还没到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尽快的修好电台，配合副总指挥的一切工作。既然这样，我会启动联络站，协助接应特派员。不过，两天之内，电台。飞行记录仪，两样我都要。我要三辆车。我只有一辆。两辆。20分钟以后，在山下等我。医院方面，你也要配合。好。不过，要是两天之内我没见到我想要的东西，你想怎么样？我也会摔。报告。进来。裘建军他们需要电台真空管。真空管。听你的意思，是让我去偷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那么多人都在怀疑我。小哥，我有分寸。配电时你总熟悉吧？怎么了？今天晚上，等我指令。好，你去吧，我知道了。
今天我们要送特派员去省城。去省城有两条路，一条大路开车可以直达，但危险性要大一些。另外还有一条羊肠小路，要翻过两座山，趟过一条河，走这条路危险比较小一些。大家想想，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？司令，我认为安全是重中之重，如果走大路就等于是拿特派员的生命在冒险，还有我们所有人的，甚至是党国在川鄂地区所有的储备力量在冒险，所以我同意走小路。司令，我同意崔副官的意见，走小路虽然远了一些，但是相对安全。咱们就这么点家当，不能为此全部消化干净。我决定走大路。司令，为什么？没有那么多为什么，连你们都想到了，难道廖志刚就想不到吗？他想我走小路，但我偏要走大路。司令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？有什么冒险的啊？自从我当兵那天起，我就不怕死，怕死的不当兵。副长告我在所不辞。啊，队长到。你带着人走小路，如果发现敌情，一定要牵制他12小时。遵命。崔副官到。你带着特工队走大路，掩护特派员。是。陈队长到。你带一队人马与崔副官平行前进，如果发现共军，用火力把他们引开，掩护崔副官，迅速撤离。是。大家回去准备一下，10分钟以后出发。是。崔凯，你留下。是。全体集合，快，快点，快！把你的帽子弄好。炸药的情况怎么样？司令，保密局的人很狡猾，而且他们的关系网分布也很广泛。我们的人刚刚跟到省城，他们就消失不见了，所以一时还很难确定存放炸药的地点。哎，这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不同。人家共产党做事讲原则，团结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舍生忘己，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。可国民党呢，尤其是保密局的，个个心怀鬼胎，一天到晚的勾心斗角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相互拆台。司令所言极是，可是眼下我们又该怎么办呢？围城暴露，司令，这不合适吧？崔凯啊，要想得到，必须要付出。这种付出还是值得的。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是。团长，侦查员说那边山下来了两辆车。什么车？看似很普通，实际上是两辆军车改装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侦查员入伍之前是在省城老五车行做的伙计，他说那两辆车一看就是在老五做的改装。无巧不成书，先不要动他们，盯紧了。是，去吧。刚到了。哎，我知道凌云寨那个内鬼是谁。谁？二当家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我有我的渠道，但是消息一定准确。我想啊，你下次上凌云寨，当着杨飞虎的面找个机会揭穿他。这话有道理。哼，来，
崔副官，崔副官，英素派人送来了通行证，没有问题。嗯，走吧。好。车都上了大路，还有一队人马是走的是小路，用的是马车，他们做了伪装，暂时分不清楚特派员在哪辆车上。敌人的特派员一定是上了走大路的车，放他们过去，不要打草惊蛇。那小路那队人呢？等他们返程进树林的时候，一网捞了。还有，在这期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不用来向我汇报，一切按计划执行。是，去吧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你瞧你，都累成这样了。我发现，参加行动的所有同志啊，都非常疲倦。这样不行啊。其实苦点累点没什么，只不过现在敌人的电台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觉得非常不值得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没必要搞疲劳战术了。让同志们轮流值班，没必要整夜整夜的熬夜。尤其是白教授，年纪那么大了，又是国宝级的人物，万一在咱们这儿出点问题，你怎么向田部长交代啊？你看着我干嘛呀？我这是为你好。来，谁都知道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养精蓄锐是为了更好的工作，对吧？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这样吧，你去通知电讯科、侦察连、保卫科，各留一个人值班，其余的同志抓紧时间休息。好。哎，你那边的情况进展得怎么样？好。灯笼，姚家铺的灯笼。前面两公里处就是西江了，暂时没有发现敌情。西江，传令下去，放慢速度，安排一个排先过去看看。是，来，看清楚了再行动。是。哎呀，司令给咱们安排的这个任务，看起来是我捡了个大便宜，其实啊，是把我推向了悬崖的最边上了。可不是嘛，既然他觉得共军认定咱们走的是护送的路线。哎，这不明摆着让咱们去送死吗？如果万一啊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万一我们遇上了共军，能逃的就逃，逃不掉的就投降。咱犯不着为了这趟任务把自个儿的小命也搭上。队长英明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是是是。副总指挥，请坐。看这架势是在等我。什么事儿？报告。医院那边准备好了吗？只要你的人不出岔子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次行动，我派了得力的人去，事关重大，还仰仗副总指挥多多协助。此言差矣，乔司令。我深知此事事关重大，所以由我亲自去省城执行任务。
确保特派员的安全。一旦特派员到了省城，那接下来的戏就应该由我跟我的属下来唱。你的人马只能打打外围，跑跑龙套了。好，副特派员，此次行动那就辛苦你了，我敬你一杯。吃饭吧。哦，你找我有事？没事不能找你啊。我听食堂的师傅说你没有吃饭，所以就给你送来了。怎么，给自己放假？嗯，就算是吧。哎，要不我去调下班，陪你下会儿棋。不用，一会儿我有事儿。你忙你的吧。哦，那行吧，那我走了。嗯。饭赶紧吃啊，别凉了。谢谢。放心，只要你做好你该做的，我绝不碰他们一根毫毛。那要是你不听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住手！我是吴玉章，把重症监护室马上给我腾出来。对，就现在。还有，一号手术室，马上准备手术。嗯，这就对了。按照规定，我们必须检查这辆车。我车上拉的是紧急军用物资，刚才路上车坏了，已经耽误了个把小时。如果在天黑之前再运送不到，领导责怪下来，我要你好看。对不起，首长，这是规定，我们必须检查这辆车。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放行。等等，对不起，首长。怎么了？我们必须进行检查。Yeah.
记住你了。对不起，首长，知错所在，请原谅。不错啊，小子，刚才是炸你一下，你这种恪尽职守的精神，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。有机会遇到你们的领导，我会建议他表扬你。谢谢首长，请慢走。走。是。可以隐藏的地方，我会派人带你们去城南，那有个大仓库，很安全。好，那我们住什么地方？就住在仓库附近。告诉你的人千万不要乱走，不能出任何意外。明白了。一切顺利，他们已经到达了省城。好，特别行动小组准备的怎么样？准备好了，三个小时以后，一切按原计划行动。还有，从侦查的情况来看，走小路的那股敌人应该也快到了。他们不会进城，顶多在外围侧翼，而且很有可能他们会原路返回。丁姐们，收网行动一开始，先吃掉他们。是。我去趟电讯科，在这儿等我。是。不用害怕，就当他们不在，做好你们各自的工作就是了。少废话，都给我麻利点，务必把他救活了，否则我把你们都杀了。你在这儿盯着，我出去看看情况，有事到外边找我。是。把这个发出去。
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脑震荡，再加肾出血、胸膜炎，再加大面积的外伤感染，必须要动手术。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？ 怎么样？姓吴的说，手术之后连续24小时都不能动，而且还要在重症监护室里连续观察3天，否则病情可能会反复。3天不可能，最多24小时。是，我会给你增派人手，务必把重症监护室给我看好。是。 什么情况？配电室的线路出现了短路，但据我观察，不像是意外，应该是人为的蓄意破坏。首长，你看，还发现其他情况了吗？地下的脚印很模糊，应该是被搞破坏的人蓄意抹掉了。还有一种可能是他踮着脚走路。 观察的挺细，你调王天顺是维修班的班长对吧？是，团长。有点屈才了，他应该跟着你干。谢团长。去吧。是。团长，难道是有人故意停电？跟我去趟电讯室。是。 能从你这让他给跑了，说明这小子身手不错啊。对，身手不错，特别是撇毒针的功夫，从手法上看，他应该是个左撇子。左撇子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张台长，他回去休息了。那个蒙面人这次攻击电讯室，应该不是针对人，而是来这儿偷东西的。做什么东西？先别急嘛。 我觉得现在在我们身边一共潜伏着2条毒蛇，第一条在配电室，另外一条来这儿想偷电台的零件。啊，张台长早就跟我说过了，咱们这儿啊不止一个奸细。嗯，那电台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从他的身形上判断，他应该是个女的。啊，还有，维修班的王天顺把这个交给我。 这里是重症病房，为了防止病毒感染，你们不能待在这里。其他人都出去，留一个人在这儿，你们把外头给我守好了。一个人也不行。我说行就行。那就留一个护士在这里照看，毕竟照看病人的事儿，你们也干不来。那就把他留下，千万别耍什么花招，你们院长跟他的家人可都在我的手里。 其他人全部出去，你们两个把他带走。走。来来来，干嘛？换上，换上。
吗？哎，算了算了啊！我穿你们军装，我肯定别扭。不行不行，这是为了你伪装。哎呀，没事没事啊。那这样，那你最起码把墨镜戴上，好吧？哎，真是麻烦。来来来。哎，行吧，挺好挺好。哎哎，哎呦，小心！梁同学啊，我说戴上这墨镜，我两眼一抹黑呀。好好好，哎，这个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是真是。那好吧，不戴就不戴吧。好，进。班长，我跟白教授去一趟省城，你在这儿盯着。哎，如果要是有人问，就说我和白教授去师部了。行，哎，团长，那你们怎么去啊？坐汽车的话，是不是容易暴露？白教授，您会骑马吗？刘同学啊，我在内蒙待了2年零7个月，就要13天，你说我会不会啊？那好吧，我们骑马去。就我们俩？人多了容易暴露。再说了，有我陪着您，还不放心啊？哎呀，不管放心不放心，反正我的脑袋已经别在腰带上了。白教授，您就放1万个心吧，只要有我们团长在，您想出问题都难。时间不早了，走吧。走，团长，小心点。我失手了，需要你再配合我一次，事情紧急得尽快。否则被廖志刚察觉了就难办了。我想他已经察觉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刚才离开现场的时候，一只手跳跳在那儿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怕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我。另一只手套呢？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明天晚上之前一定要拿到真空款，不惜一切代价。现在可以放人了吧？现在还不行，只有等我们的人都出去了，我才能够放了你的老婆和孩子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接下来按照我们的意思行事，我是不会为难他们的。你们这是欺人太甚！别叫，再叫我就让他们娘俩吃点苦。坐下。我先去外面看看，你们把人盯好了。是。身份证没有，对，他们马上就要上来了。他们早不来晚不来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来？